但呢個香蕉盒，佢用咗啲心思去設計一個好得意嘅公仔，結果一次就唔會唔記得，用咗黃色，另外一邊用綠色。做一個 graphic design 其實都唔要好多成本，一樣令人哋見過之後就有個難忘嘅印象。呢個好好嘅產品，因為佢哋嘅包裝平平無奇，冇俾人發現，咁樣係咪好可惜呢？